夏洛特嘅好支枪到，系啊，冇错啊！你哋见到嘅系大湾区歌神陶大宇，佢落咗嚟澳门葡京人夜市，又唱又跳，吸引啊大批 fans 嚟捧场，真系不得了啊！好，相信啊大家都好想听佢首《倒转地球》啦，事不宜迟，由头听起。好啦，马上嚟《倒转地球》。讲2021年最火爆的粤语歌曲《飞图大宇》翻唱的《倒转地球》莫属了。刘德华这一首在1996年的歌曲被图大宇翻唱红到一塌糊涂，就连香港的小朋友都被他洗了脑，不敢唱。现年58岁的图大宇近期因为这一首《倒转地球》而爆红，他朗读式的唱腔加上水泼式的台风极具标志性，不但吸引不少人呢争住模仿他，更为他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，商演排期满满，葡京人好辛苦才找到他下来澳门唱翻场，他吸金力超强，网民都纷纷大赞他的演出，更封他做大湾区歌神。好，这一集看到先，如果喜欢 channel 记得订阅、 online 和 share 出去，下次见，拜拜。